我这个英文呢，啊，狗听了糊涂，你听了不明白。你这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上来跟狗比，你这。哎呀，跟于老师一块合作有个小半辈子了，哎，反正是不短了，好开心，挺愉快、啊。要没有您各位支持，我们两个走不到今天。是这样，相声是个语言的艺术。嗯，什么叫艺术呢？什么？演员的能耐叫艺。哦，把能耐卖出去叫术。哦，这还能分开解释，有艺无术那是诈骗。哦，有术无艺，嗯，你是个商贩。哦，不是艺人。那当然了。嗯嗯，我有艺但是我没有术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个相声啊，从美学的角度、社会学的角度、人文的角度，这么好那么好那么好这么好，然后你说了我的门票是一毛钱啊，观众扭头就走，你就是诈骗。哦，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，你再说别的没有意义，人家都不看。所以有意无术不成。哦，有术无意也不成。是吗？你说他卖个笤帚，笤帚簸箕扁担，他能卖出去。嗯，他那里边没有意义。嗯，所以说那个东西它叫有术无意。这对，这两者合了一块才叫艺术。有道理。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？啊，其实是有窍门的。这还有窍门吗？雅俗共赏，这四个字我们经常说呀。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哦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还是辩证的关系。吾与你焉有荷花呀？你瞧，有点意思。太雅了不行，不行吗？你雅得过昆曲吗？嗯，昆曲是雅气，太雅了。哦。每一句唱词儿，好几个典故是，所以在民国的时候，昆曲卖票就很困难。哦，这就没人看了是吗？都得带着花镜，捧着《康熙字典》跟这儿听戏，这多费劲呢！看一场演出比种地还累，嗨，还是没有收成、嗯、啊！雅到极致不风流，哎，这句话有理，太雅不行，哦，太俗也不行啊。那这俗怎么又不行了呢？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。嗯啊，谁看呢？那叫您的粉丝都在。哎，你们倒是把我豁出去了是吧？没有那样。所以说，太雅太俗都不成为艺术，是吗？又何况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话怎么解释？我不爱看郭德纲。嗯，正确。哦，行，我不喜欢听德云社，没错，没毛病。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演员被所有人都接受。哦，不科学。这对，你花8亿拍个电影，拿10000个奖，我就说不爱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。那就是不喜欢吗？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武无第二？哎，艺术类首先说，永远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。哦，就是你个人认为的那个就是最好。是，你不必说服第二个人跟你一样，很难。哦，哎，那么五无第二。嗯，体育类的东西一定是能分出谁第一谁第二，都能分出来吗？咱们俩比赛，从这儿跑到那儿。哦，我跑了35秒。哦，你跑了7天。哎，我，对吧？我就这水平就别参赛了。我这，那让观众们看，一定是你比我差一点。哎，差一点干嘛？我都轮椅了，我都。是啊，所以。归拢到最后就是那一句话，嗯，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，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，各有各的口味，谁也不必说服谁。嗯，你喜欢就是硬道理。是，说一句粗话，怎么讲？只要我爱，嗯，我管他谁媳妇呢。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就说这个意思。嗯，那么相声怎么能说好呢？哦，其实是两点。哪两点？第一是活着，活着；第二是忍着。怎么那么水的两句话呢？第一，活着怎么讲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3个人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了。25枪毙一个，31撞死一个，40疯了一个，就剩你，连人话都不会说。啊，你活到90，你就是艺术家。
没人抬杠。你看你有话语权吗？啊，他天大的能耐他在盒里头了。哎，对，所以第一一定要活下来。哦，哎，第二忍着。忍着怎么说呀？看看唐僧。唐僧西天路漫漫，嗯，此一去山高树险，对，路过九妖十八洞，洞洞闹妖精，是你只有熬到头你才能上西天。熬到头也没得好啊，我上西天了，我见佛祖取真经。哦，这就算成功了。我觉得我很多地方跟唐僧很相似。您跟唐僧有什么相似之处啊？第一，我们两个的名字非常的多。多？唐僧啊，玄奘，是唐三藏。哎，玉帝。哦，玉帝哥哥。哦，好，加一哥哥就又一名。嗯，徒弟们一喊师父，哎，有这么叫的。我也是好多名字呀。您都有？徒弟们喊我也是师父。有这个啊？你瞧，有喊郭老师的人尊重咱。对啊，有郭麒麟的粉丝啊，我一上场他们喊爸爸。嚯，您这个，你看你没听清楚，再来一遍。嘿，好，我听着。问你妈好。谁说的？好，要是有张云雷的粉丝，他们管我叫姐夫。 啊名字多不少。第二点，我跟唐僧相似的地方，啊，我们都是给祖师爷打工的。打工，替祖师爷收徒传道，替祖师爷干活。是，祖师爷还不管饭。嗨，对，嗯，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。再说，我们都是被妖精惦记着。怎么叫都是被妖精惦记？吃一口唐僧肉，长生不老。哦，骂一句郭德纲，大红大紫。哎，挺好，有利用的价值，这挺好。哎，那倒是。最重要一点，我们有一地儿特别相似。您再说，唐僧身边有一个猪八戒。哦，哎，我呀，我就别把我说进去。乔治，哎，行了，我老跟这猪挨着。所以说，第一，嗯，你要活着；第二，你要忍着。有道理。我七岁学评书，啊，九岁学的相声，嗯，八十年代末唱了五年的戏。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搭小班，呵，各个农村呐、啊、县城啊，哎，外边给人搭台唱戏，干了五年，经历很丰富。所以后来我看见于谦的时候，我无数次的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为什么要说相声？我怎么不一样啊？我们生活所迫，幼儿失学，啊，指着说相声吃饭。是您这个家大业大，怎么叫？没有，真的，我倒是不指着这个，但是也不像您说的那么。因为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于老师家里边，啊，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啊，宦官之后，啊，宦官是太监那个，是吗？您是真不知道，假不知道啊？怎么说？您要说这得把官搁前头，官宦之后，家里做官的，倒有过那么一阵。他的曾祖父，嗯，在清朝的时候做官。做什么官呢？负责鹤顶红的品鉴。这个任官运不旺吧？那个上任当天就去世了啊，那就是来活了，那就是。后来他祖父就说了，说什么呀？咱们家不要再做官了，不行吗？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。对了，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。那倒是。所以打那儿起，嗯，他祖父练武术，哦，改练家子了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，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，这厉害了。尤其很多由南到北的武术侠客，嗯，都教过他的祖父，哦，还投名师访高友。尤其有一位铁砂掌的名家，铁砂掌是双手上的功夫，单巴掌挥动是500斤的力气。好家伙，俩巴掌1000斤，厉害。他教过你的祖父，真好。可惜这位大侠去世的太早。哟，怎么死的呀？哎，嗯，早晨起来洗完脸的时候，嗯，拍爽肤水儿，啪！好家伙，这么大能耐，跟自己使什么劲呢？这脑袋稀碎，自杀了，感情。
就这样的大侠，嗯，都教过你的祖父。就这个缺心眼的大侠们，要不你祖父能那么厉害吗？他真厉害吗？到后来行走江湖的时候啊，不用带兵刃，那怎么打架呀？跟人拿个葫芦就可以了，葫芦就能当兵刃使。突然间走的夜路，对面来了贼人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祖父就把这七个葫芦掏出来了，七个呢？还有口诀呢？怎么念呀？叮当的咚咚当当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你说他干嘛？没有七个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大的。嚯！后来嫌这一个大的碍事儿，怎么办呢？从当中劈开，哎呦，半个葫芦，这叫瓢。对呀、啊，背着这瓢就走遍天下。哦，祖父，哎呀，瓢到东，瓢到西，瓢到南，瓢到北。行了，身体要紧。嗯。后来怎么样呢？他祖父就病了。你瞧我说什么来了，就是瓢的，你知道吗？瞎说八道。废话，您说瓢到东，瓢到西，瓢南，瓢到北，后来就病了，那不瓢的吗？病是因为练功练的走火入魔。真病了？真病。什么病？全身不遂。哎，嗨，没听说过啊。那叫半身不遂。得过两次半身不遂。一边一次对上了那个，但是脑子很清醒，还有思维，而且眼睛能动，眼睛能动，全身都不能动啊，他就全身就是眼睛，嚯，这还很机敏啊，这眼睛，他特别灵活，嗯，哦哦哦，家里人一看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给说门亲事吧，干嘛这时候说亲呢？娶媳妇进门，这叫冲喜。什么叫冲喜啊？过去兴这个啊，有喜事了，把这病和灾就冲走了，有这么讲的。那会儿娶着你奶奶结婚了，你奶奶过的门来照顾你爷爷。哦，老两口子生了八个孩子。那时候确实，你先等一会儿，那会儿可以多要孩子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我问问您啊，哎，就靠这眼神就生八个孩子呀？啊，俩人要强啊？什么叫要强？这跟要强没关系，个性有个性。没有没有，这眼神一动换就生八个孩子，就不是。我估计你爷啊，哎，不行了，嗨，别往屋里吊人了，自己啊，反正生好几个孩子、啊、是吗？这里有你父亲呢。当然有啊，对不对啊？是啊，他爸爸那会儿赶上好时候了。怎么叫好时候？他爷爷你想啊，到处挣钱都没来得及花呀，我、哦、给他留着了，全是他爸爸这哥几个花钱。哦，他父亲那会儿叫做纨绔子弟啊，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，先玩裤子啊，后玩胯骨，你看，纨就叫纨绔子弟，纨绔子弟。对了，他爸爸戴那大戒指啊，好家伙，绿的都不行啊，色好，那叫祖父绿啊，祖父绿啊。嗯，您要不知道别瞎说，嗯，那叫祖母绿。怎么了？让祖母绿。那还是祖父绿啊，那个啊，就叫正字叫祖母绿，人那个祖母绿。对了，哎、啊、厉害呀、啊、哦，他爸爸年轻那会儿帅漂亮，好家伙，二十出头，哦，一身英国的西装，那时候就穿洋装，意大利的皮鞋，真好，喷法国的香水，法国的香水世界有名，打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，哎呦，什么牌子呀？啊，法国香水什么牌子？嗯，没错，就特别香 啊真的没说清楚 啊您这个什么牌子没听清楚，您看看，哎呦、啊、可香了，您老顾着那边什么牌子，您说清楚。王守义。哦，十三香啊，我祖父出门喷一身左脸，还能我哪知道英法文怎么说？不会，不懂。不会，您就别说。不懂，不懂，反正很厉害。啊，专门出去吃西餐去，吃洋餐。自己打造的那个纯银的刀叉，这都四方的。好家伙，他爸爸那纯银的那个吃西餐的叉子啊，一米五，我一米五长啊。哎，哦，扛着哦，吃西餐去喽。
这不是吃西餐去了，这是取经去了，这是叉子吗？这是还是耙子？反正很厉害啊，很厉害。按说就这样有钱的家庭，嗯，是绝不会允许孩子说相声。那倒是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干这行太苦了，这叫下九流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我们在曲艺团的学员班上学啊，老师跟防贼似的看着我们。老师啊，知道吗？嗯，不许吃冰棍啊。冰棍怎么了？天热，吃一根冰棍雪糕不允许。为什么呀？怕把嗓子激着啊，保护嗓子。吃冰棍了吗？嗯，都不敢。没有。是啊，老师厉害。于谦，妈单叫我呀。于谦啊，于谦站起来。哦，我什么德行啊，我这小孩嘛，小孩就这样，我也太天真了。老师看着他。嗯，我刚才眼睁睁看着你从学校外边，嗯，拿着一根冰棍进来。哦，哪儿去了？嗯，你不可能吃这么快。是，我是站在窗户这看着你。嗯，看你一路进来到教室，伸手。哦，你瞧，那个，你还没有，俩手，你看，扔了这孩子。哦，反正以后不许吃，知道吗？对。老师说完出去了。嗯，于谦乐了。好家伙，别吃了，没话了啊。掖在裤腰带上。你是不是以为？这谁说的？没有。你以为搁在裤子口袋里了？嗨，哎，没有搁那儿了。哎，冰棍不让吃。对，今天吃饺子不许蘸醋。为什么不许蘸醋？蘸醋锁嗓子。哦，不许喝啤酒。喝啤酒呢？啤酒花让这嗓子松懈。哦，唱的时候叫不上劲来。你看，什么都不能吃，非常讲究。这不光不能吃，还得告诉了啊，早起喊嗓子。哦，这练知道吗？嗯，没事的时候摁着小肚子啊，要会用气。哎，这是都丹田啊。您看我们演出了吗？嗯，说说唱唱两三个小时，为什么嗓子不哑？嗯，就是用气。哦，但那会儿小孩哪懂什么叫用气呀？啊，谦儿比我们就灵。我又灵。嗯，我得用气。我得补气。怎么补气呀？每天晚上练功的时候，我们在练功房有晚自习嘛？是，我们都那儿练功。于老师在练功房。嗯。要吃十斤干炒黄豆。十斤干炒黄豆。干炒黄豆啊，啊，十斤呢，啊，是十斤干炒黄豆。嗯，这么大的盆，是拿脸盆盛那凉水。是是，喝三到五盆，要不吸不开那东西。各位，嗯，三盆凉水，十斤黄豆，是一般的牲口吃不了。废话，我这驾圆去了是怎么着？于老师为了补气，哦，每天吃，吃这个。哎，那会儿我们跟于老师挨着宿舍。哦，我们这一屋呢，将近20个人一个宿舍。嚯，他自己在这边一个单间。然后咱们这个身份比较大。那倒不是。怎么？应该是8个人一个宿舍。哦，我们是怕他漏气。我怎么还漏气？我不是补气吗？补的太多了。啊，早晨6点来钟这屋里叮当噼啪啦，多乱啊。我们，你想，还没上班，凭什么让你崩死呀？是吧？谁哪崩死？所以我们宁可给他腾出一个单间来。哦，我们上这屋来。啊，嗯，第一，作息要有气，补气。第二，嗯，嘴里要干净，得清楚。你看今天上海这个场馆，嗯，现场不到20000人，是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的，要让您听得见，啊，送到您的耳朵里。当初老师说了啊，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。这话怎么讲啊？杀人的刀要快。是，如果刀要是钝了，杀人的话太痛苦。这是至于吗？我给您举一个例子，您说说。比如说于老师被杀头。我也是贱的，非为这干嘛？你说，因为只能说你，
不能说别人，你要说我，谁给他们解释钝刀杀人呢？那您受累吧。嗯，于老师要被杀头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个心里可难受了，一点都没看出来。嗯，挑个好日子吧。怎么个好日子？大年三十，举国欢庆。您还过生日？呵，死这时候，五十大寿，就是今天的。五十大寿、啊、哦，五十大寿过生日，年三十是，家里边还住新房子，还有一个乔迁之喜，新买了一个7000平米的独栋别墅。好，我把故宫包下来了。嫂子白天出去花2毛钱买了一张彩票，嗯，中了1亿，好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。你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，嗯，拿了文凭，嚯，而且带着美国的女朋友回家来，多好啊！女朋友他爸爸是世界的首富，你瞧这怎么那么好呢？全家人坐在一块吃饭，哦，正当中摆着一条红烧鱼。还吃鱼，于老师这一筷子下去，鱼肚子里边，嗯，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珍珠。你瞧，还有这么大珍珠，好事啊，都是好事。那就没跑了，我也来了，您来祝寿，给您祝寿，于老师生日快乐，太好了。我的生日礼物随后就到，哦，有人送来，我给您买的是印度三宝。怎么叫印度三宝啊？印度的三样特产。这太好了，一会儿的功夫门一响，印度公司来人了、啊、谁来了？门口站着一个特别漂亮的印度美女，哦，19岁的一个姑娘，花季少女。哎呀、哦、长得漂亮，嗯，脑门这点着一红点儿，这是印度风情啊。手里拖了这印度三宝，你瞧，进门就问，嗯，你是那个于老师吧？这是印度的吗？这个这保定的，这是那个印度姑娘在保定留学。哎，好，还想不想进步了？这位，代表俺们公司，哎呀，给你了送这个印度三宝来了。啊，赶紧吧，赶紧吧，收了吧，接回来看看吧。啊，一个印度紫檀雕刻的一个木桶，印度紫檀一宝，没错。这紫檀的桶外面抹了一层印度咖喱，这。这玩意儿还能吃吗？这个一掀这桶盖，满满登登一桶、啊、什么呀？印度神油。这玩意儿有拿桶送的吗？于老师端起来，嗯、啊，蹲蹲蹲蹲蹲。哎呦呵呵，我这太糟践东西了。全喝了啊，精神愉快。哦，一回头看着印度美女了，我于老师说，我特别好奇印度女孩这红点是怎么回事。哦，我能摸一下吗？能吗？姑娘有点害羞。嗯、啊，还等数目呀？哎，好。他就等着这事儿呢，来吧。哦，于老师拿手一摸，这红点儿，红点儿掉了。哟，一看掉了，脑门上有字儿，写着“特等奖”。你说这都怎么琢磨的？这是什么特等奖呢？什么呀？人家公司抽奖。哦，谁把这个 K 掉了？嗯，就是中奖了。这中这特等奖是什么呢？奖品就是这个印度美女。他怎么个讲法？以身相许，就留在我们家了，就住在你们家了，就是我们家人了。但是嫂子不太愿意，他肯定有点想法。凭什么他来了就是是就留家里边？哦，吵闹。哦，要这会儿功夫怎么样？门开了，谁来了？出现100多官兵。这官兵是于老师。哦，恭喜。怎么样？生日快乐，春节愉快，哦、恭喜您中奖。嘿，今天杀头。喂，前面这好事都跟我没关系了啊！为什么杀我？嗯，啊，没事儿。哦，就是拿您解释一下什么叫钝刀杀人。对，好嘛，我这轻如鸿毛。嗯，这玩意儿给于老师弄走了。嗯，屋里边死一样的寂静，那就没有主心骨了。你儿子跟儿媳妇坐在对面。哦，我坐在这儿。是，这边是你媳妇。哦，这边是这印度美女。对，她也不走了。我们五个人心情很悲痛。不是，你这落你手里了是怎么着？你这压抑没瞧出来啊？很长时间，嫂子擦擦眼泪，还真哭了。行了，啊，日子也得过。
是拿手一指自己的儿子啊，别瞎想那没用的了啊。他走就走吧，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？是吧？哎，没关系了。端起杯来啊，先敬你小妈一杯。你瞧，这儿认一口子。我说别喝了，谁有心思喝酒啊？是大年三十哦，包饺子吧，是吧？好，不喝包饺子。哎呀，荤的、素的、肉的、鲅鱼馅的，啊，各式各样的。有一个饺子里边还搁一个硬币，哈哈，你们缺心眼儿是怎么的？我这儿都要死了，你们这儿包好些饺子干嘛？就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悲痛。拿饺子填一填，嗯嗯嗯嗯嗯嗯，打开电视，干嘛呀？看看春晚，嗯，看看今年有没有好的相声啊？没有了，我都杀头了，哪还有好相声去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们不重要，哦，于老师很重要。怎么？您这会儿已经送到了北京的菜市口，那是砍头的地方。先给于老师从上到下八个一丝不挂，干嘛光着呀？杀头了，命都不要了，要脸干嘛呀？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后要命啊！一丝不挂啊！哎，捆好了，是脖子后边插上那叫招子，招子是什么样？一个尖儿下来，哦，白色的纸，哦，电视剧、电影都有吧？是是，监斩人犯一名大流氓于谦。我说怎么光着呢？打脖子后边插进去啊！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哦，于老师大气。我说，本忙本忙干嘛呀？什么叫本忙啊？大流氓嘛，大流氓叫本忙啊，本流啊。不行了，我就别跟人放粪了，我就本忙啊！去你的！哎，就踹回去了，啪！啊，跪下！哦，让你跪下，谁让你撅着了？哎，嗨。你就别纠正我这姿势了，跪好！怎么又撅呢？废！你要不踹我呢？嗯，行，乐意撅撅着吧。嗯嗯，都收拾完了啊，天光大亮，这就一宿，已经是大年初一了。啊，这折腾一夜吗？北京菜市口往前走叫琉璃厂，是每年都有庙会，对，全国各地来逛庙会的游客，嗯，大约在七八十万人。人山人海，每一个人都从您这儿走才能到庙会上去。我跪在庙会门口了。嗯，挨个从这儿过呀。啊，有看三遍的，有看两遍的。干嘛这么？你们卖票不卖呀？你们？哦呦，这是那于谦吧？啊，对，呼，怎么了？真白啊！你管得着管不着？看热闹还挑三拣四的，你白哈？啊，都过去看去。是。一晃就到初七了，我跟这儿展七天呢，你可别骗人啊！因为北京的庙会是从初一到初六，那还剩一天呢。咱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得看看吗？哦，内部还有优惠的。那当然了。哦，都看腻了，是，跟监斩官跟大人请示一声，干嘛呀？哎，该杀头了。哦，有一监斩官坐在这边，还有监斩官。哎。这儿过来了，嗯，启禀大人，是时辰已到。哦，大人一回头，嗯，整啊，整，弄死他呀，切个稀碎啊。这监斩官东北来的是怎么着？削他呀。哦，哎，刽子手拿一把大刀，是肩宽背厚刃飞薄，杀人不见血光毫，紫薇薇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就是快，这刀就举起来了，嗯。这一下，嗯，是不是吓一跳？没砍呐，谁跟你斗了？这吓一跳对不对？废话，可不是吓一跳，吓死了这就。哎，尿了尿了，多新鲜呢！别逗，于老尿了，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这个，来，砍，嗯，别哆嗦了，嗯，你玩呢是吧？跟你开心呢啊啊！到最后，嗯，砍了吗？一刀下去，人头落地。真砍了！于老师这脑袋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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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过马路，啊，咕噜咕噜咕噜噜，哎，停住了，怎么停住了？等红绿灯。哎呵，我要这么规矩，至于杀头吗？我这个，哎，绿灯了，啊，嘟，走了，过马路，嗯，到那边去，一转头，说什么？
好快的刀啊！嗨，我也太贱了，我也这个杀头要快，你快了利索，要是钝刀就坏了。钝刀怎么不行？再举个例子啊，钝刀 啊，前面咱可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大年三十过生日、啊、买彩票，这不这好事都免了吧？都不提了，没有没关系。到最后杀头刀举起来了啊，叫这口刀啊，怎么样？打唐朝传下来的，嚯、哦，就从来没有磨过啊，那个刀刃都是锯齿啊。锯都是锯齿儿、嗯、啊，大人怎么样？时辰一到哦，大人一回头是怎啊？好嘛，削他呀！哎，弄死他呀！这孙子还没掉走呢，那、嗯、个切稀碎呀、啊！赶紧吧！你听说切稀碎、嗯，刀举起来了，来啊！砰！这个扎脖子上了，扎上了，还、哎、摘、嗯！哎呀呵，走，还去。连锯三天，怎么样？您猜怎么样？我呢？你是饿死的！我这去你！干！谢谢吧。看着我弟了，可能是啊。嗯、啊！感谢感谢大伙儿啊、嗯！今天是我师哥收徒仪式。对呀、啊。而且这个机会也很难得。嗯。不光是他们这徒弟们一辈子就拜这么一回师。哦。啊，你看，我们爷俩在一块儿合作一。机会更难得了，哎，不多见。到今年没在一块演过，今年没有啊，没有，以前也没有、嗯。以前录像有过一次。哦，您记性还真好。那错不了，因为那次他们没给钱。哦，那是。要说吧，您是有点勤俭持家了。那错不了，过日子人嘛。嗯，我们爷俩呢，演出机会少，台下呢也很少聊这些关于相声的东西。哎，是不是？嗯、确实很少。我们爷俩这个关系呢，我觉得还是应该着重的介绍一下。我是爸爸。哎，您啊，这么着急干嘛？我没跟您争。废话。嗯，我是儿子。我也没跟你争。您争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嗯，跟我爸在一块演出啊，说实在，我特别的紧张。哎，不至于，孩子。真的，以前也没演过。嗯，而且到这个挑选节目的时候啊。特别费劲哦，为什么呢？众所周知，这个相声当中一捧一逗，一般来说这节目都是以这个捧哏演员的家属开心为主，这是一个老规矩了啊。我怎么说、嗯、是吧？怎么说你也吃亏。对呀、啊，我说我爸爸的爸爸是怎么着的？我不行啊，我。你爷打你。对呀、啊，您同意我也不同意、啊。多新鲜呢。宅来宅去，好多节目都演不了，不方便说。后来跟家一看，说怎么着，要不咱爷俩唱一回，嗯、来一腿子活。哦，来一分河湾吧，多好啊！上来好，在家都设计完了。嗯，一到后台，刚才收徒有一个叫栾云平，我徒弟找到我了。嗯，兄弟，你换一个吧，哥哥就会这么一节目，一会儿还得给大伙展示呢，是吧？哎，我一琢磨也是，那是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爷俩呢，说实在，能演的节目少之又少。嗯，上来就是跟大伙儿聊一聊天，见见面。哎，这是实话。嗯，而且我爸这人啊，其实大伙儿对他不是特别了解。你们看的都是台上，对，台下里徒弟们有时候上家住也看不见我爸那不为人知的一面。挑那露脸的说。那当然是露脸呀、啊。嗯，我爸这人啊，别的不说，最好最优良的美德啊，嗯、勤俭持家。哦，这是夸我呢。这可以吧？照这说，照这说啊。特别的节约。嗯。有的时候好在家里，我都不明白我爸想干嘛啊？你知道吧？洗澡啊。没一会儿，冬天啊，三九天刚过完年，我爸在家里洗啊，洗干净了，也不擦。我打浴室跑出来，直接奔门口去。我那是迎接什么客人？站在我们家门口就光着啊，也不擦。哇，三九天冷风嗖的，我爸直哆嗦。那是。我看着情形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哭吧，孩子。我说爸，您有什么冤屈啊？这是。对呀、啊。我得问问你，我说爸，干嘛您这一会儿冻感冒了？嗯。倒霉孩子，你懂什么？嗯。家里那感冒药快过期了，知道吗？我这是作死呢，我这啊，您就是特别的节约，会过日子。哎，这点我得向您学习。哦，你也得出去啊？哦，那都不至于啊。我说向您学习。感冒药就不够了，就、哎、
学习这个节约的这么一个优点。哎，该花花，不该花的不花。这您说的在理。嗯。而且不光是说在台下要学，嗯，台上更得学。哦，学这艺术啊。那当然了，您这艺术我敢说，现如今中国相声界没有您就没有相声。孩子大点声。不能这么说，这个夸人的话都得等死了之后再说。哦，活着说不会有人承认的。嗯，行，没事，等骂您的人他们死了就行了。哎，对，哎。没有没有没有关，我是表达我对您的崇拜。这就是儿子疼爸爸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管，在我心里您永远是最伟大的。嘿，这是亲儿子，这是，这是我的心声，也是我的想法。哎，没有别的，好好的向您学习。哦，也向我师父学习，于谦老师。哎，学习相声演员四样基本功课：说学逗唱、吃喝抽烫。哎，这个于老师这爱好其实不用介绍，观众们都明白啊，都了解哈。吃喝抽烫，没错啊。吃放一边吧，就这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你看看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哪儿都知道。嗯，我得多跟于老师学习。那我就把你接回来了，想学坏还用跑那么远吗？不是，是吧？不是，学点那家里学不到的技能，是不是？哦，他们家还有独特的手艺呢。对了，跟人学这个。像什么说学逗唱，哎，我师父也会，他倒是没怎么展现过啊。那是自然了。您就看我师父那功底，嗯，在舞台上他是因为捧哏角色定位，嗯，话少一点，对，基本功非常到位，打小做科嘛，吐字清晰，嗯，学什么像什么，啊，有影视表演的基础。他学过导演。您跟他合作这么多年，嗯，我师父逗不逗您还不了解吗？一点都不逗。哎，嗯。就抽烟了，跟后台。哎，对，那不挺逗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太逗了啊！说学逗唱，最后一门这个唱，哦，我师父最好。儿子，这我得拦着你了啊！观众都知道，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。我认识你师父这么多年，他也没唱过呀。你看，哎，我就这么问您 啊，您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啊，凡是唱太平歌词，我师父插过嘴吗？他倒是没敢。哎。不是敢不敢啊，您站在这儿您顾不上瞧他啊，我们坐台下看得真着呢。好，我师父这个眼神啊就是不屑，你明白吗？他那是犯了烟瘾了。嗯，知道吧，就往这儿一站啊，就这意思。酒也上来了，这个，嗨，憋着烫头去呢，哥啊。他就是觉得您唱的呀可能说糊弄糊弄观众朋友们，他这么认为的啊。还行，但是说要是内行，哦，嗯嗯，没有觉得您好，您说是不是？到现在没有内行承认您好，那倒也是，嗯，从来没听见过说相声夸我好。对呀，嗯，我师父也不例外，哦，也这样，他也学坏了啊，并不是，他就觉得您啊唱反正有一点小瑕疵。于谦还会唱太平歌词呢？当然，我正经学太平歌词。您一句没给我说过，我在家没教过他吗？全是我师父一嘴一嘴给我喂出来的。我还交学费呢，您交学费不？我还给了钱呢。不，啊，咱就说这意思。我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好多太平歌词。这么说，跟您，您现在会多少段？放在这儿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。您会多少段？那我不会，我会那个，您不会。我会，您不会。当然，我儿子这么说，我挺开心。为什么呢？嗯，青出于绿胜于蓝，是吧？这什么老话，这是。我儿子要比我强，这行还有干下去的意思。黄二郎下豆鼠子，一辈儿不如一辈儿，就没意思了。嗯，但是孩子，你要说你会的我不会，这话有点大了。头上台是不是你师父灌你酒了？师父拿烫头棒捅过来，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孩子，没有，怎么了爸爸？我平时在家很少唱，那我师父教我，师父跟我说回家别给你爸听啊，别让他听，学完咱这也不行了，咱这也得别让他听，都这样。哦，你们这玩意儿是保密的还是？对，就我师父是喝多了才唱的。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 啊，来了这么些个人，你唱我们尝尝好不好？我唱一个，行吗？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。嗯，我可以唱一个。可以啊，小唱一段。可以啊，好吗？来呀，挑一个您不会的吧。那一定是我不会的。那是自然，哪一段您都不会。我得听听于老师多大能耐，啊。好吧，挑一段，挑一段还算，还算久远的。
哦，大概是民国时期的段子。嚯，好吧，民国时期的啊，老调太平歌词。你看，给您演唱一段。我儿子能力大了。嗯，昨日里阴天。渭水寒，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。哎哎哎哎，鹬蚌相争。对，哦，鹬蚌相争，我猜对了。哟，您会这个？张云雷唱完这个，打南京跳下去的。我把他给忘了，你看，你看看他打小我先教的这段，然后教的高台跳水，唱完这个然后下去的，知道吗？哦，我的天，哎，撞枪口了！你看这孩子，你再选择一个。爸爸，您怎么不明白呢？我明白啊，什么呀？今天呀，啊，这么好，咱德云社成立20周年，钢丝节大型庆典，来了这么多观众，我说了，都是捧您来的。是的。咱爷俩往台上一站，嗯，观众看着我真唱一个，头一个您就不会，后面您的节目都没法演。罢了，是上岁数了啊，孩子说的对，对不对？头一个得让我猜上来，给您面子。第二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。您这话说就是我教你就您，来，来听着啊，来第二个啊。这更传统了，哎，好，这是清末的节目，嚯，啊，清末好，这一杆子好几十年了啊，对，来，嗯，听这个啊，哎，元末江山论兴亡，群雄聚义舞刀枪，康茂才，党陈友谅，这您怎么也知道？这是我写的。哦，我师父告诉我是他创作的，是他那天喝的准是真酒，要不然不能上头啊。儿子，哎，你有点太给爸爸留面子了。得嘞，哎，得嘞，再来一个吧，不顾及这个了，来个阿拉金德的。好嘞，情场面前夫父子，什么跟什么呀？这都是，不是，你少往鱼家跑，以后知道吗？准是你师娘教你的。嗨。我有日子没看你师娘了。行了行了，怪害臊的。啊，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。我就正事儿忘，想起句老话，不知道搁哪儿合适。哦，好，这么说就是，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这行啊。哎，当堂不让父，举手不留情。哎，我爸说的对。哎，就这个哈。来，我唱一个。来高的。唱这您放心，这是我师傅压箱底的。非把我难住了不可。对呀，这你师傅都有箱子了。对对对。下回我可以躲箱子里头。嗨，别呀您。哎，柜子里边潮。嗯。主要孙悦在柜子里呢，哦，孙悦在铺底下呢，啊。行了，你师傅真好客啊。这样，啊，师娘好客。哎，这住口！还单纯呢，啊，瞧见什么说什么。我也不懂，我也不懂。来吧，这样挑一个，挑一个。我师傅跟我说了，说这个段子只有我一个人会。他教给我之后，说是这个段子听过的人都已经去世了。不是，我在想一句题外话。嗯。就是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，他有心思教你这玩意儿啊。哦，这段就是天下第一了，拿这解心困罢了，好吗？来吧，听这个啊，来，保证您从来都没听说过，你给我享受一下吧。来这个啊。嗯，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，哎哎，那春游接这个，多大的回声啊！就跟站在山口那儿唱似的，老百姓都知道。孩子，你师父这太平歌词准是在太平间听的。哎，什么呀这是啊？好像弄这么一三段啊？这段好像您除了阿富汗没唱过，哪儿都唱过。对，阿富汗有这盗版盘现在啊。坏了，爸爸，怎么我是不是就找我这仨？对，找他退钱去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不行啊！今天当这么多观众啊？那也是你自个儿作的呀！我琢磨您不得让点我吗？我一上台，我说我你好好的，你看，我踢你啊！啊，
您就说显得比你弟弟还小着呢。不不，二的都不这样，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啊？就不就不啊，快快点，这个这都会，那没办法，孩子。那啊，您配合我，我唱一，您说，哎呀，我不会耶，我就下去就完了。我就怕来不了这么愣，你知道吗？甭管阿富汗不行，黎巴嫩我还可以啊。忒嫩了，您这个。哦、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怎么着？我正经唱一回。这你看，我是有能耐还是？正经。太好了啊！这仨节目平时在师傅家溜嗓子。哦，是，你看，是吧？我们孩子会唱完这仨，师娘才让进屋呢，明白吧？哦，那在家里有人呢，是吧？对，按对暗号。嗯，来，我唱一个，来个，唱一您这准不会。行，准不会不会搁一边吧，我就唱完您一捧我就好了。凭什么呀？您是我爸爸，您是。有道理，爸爸听你的啊！来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行，这样。唱这之前我念一段定场诗，太好了，哎呦，显示这个悠久，这正经的太平歌词。先来定场诗，听好了啊。嗯，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嗯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章虎斗。嘿，接下来学徒我志成城为您展演一段传统的太平歌词，我们洗耳恭听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就这个呀？啊，挺好。哦，好，对，换一遍。您不爱这个是吧？爱这个。吓我一跳啊！吓我一跳。咱设计到这儿就去你的，我们就下去了啊！您要不说，我还要说来呢。哇，我都没听过呀！哦，还来这个？没有机会说啊。那这样咱换，那我正经唱一个。来，正经。正经唱一回啊！哎，听我这个啊。嗯。这也您准不会了啊！哦，可惜了刚才这定场诗了。真是啊！这也我师父给我念的啊。那是，嗯，你听这啊，那庄公闲游出趟。哎，你等会儿吧，这，我说这越唱越水了，这个。怎么？不是这庄公闲游，这个打有狗年就唱这个。想当年这民国拉洋车的都是这个，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，劝人方这都臭了街，卖糖的修车都唱这个。为什么太平歌词没落？就是因为这个，你拿这个有点欺负人了，这个真的啊。您这话说的，我不爱听了，爸爸。怎么了？刚才那三段您说什么？您说什么都对啊，这段您这个不对了。这我怎么不对了？我后边还没唱呢，没唱您怎么知道我这是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啊？你唱的黎巴嫩去也是这个玩意儿啊？咱不是这，我师傅后来又改了，又不一样了。他学好了？什么叫学好了呀？他不改了吗？啊，对，您想，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北京城大了，干嘛非得出趟城西啊？出趟城东，出趟城南，行不行啊？对不对？我们走永定门，出趟城南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行，走吧，对不对？嗯，您别太武断了，是不是？嗯嗯，没唱完呢。哦，后边有不一样。啊，不一样。啊，那行，听啊，不是成戏啊。嗯，当然了，爸您放心啊。哎，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。嗯，南北角啊？怎么样？就是大天桥过去的呗，是吧？啊，哦，是火车道啊，这是这个有点意思了。怎么样？这您听过吗？这没听过。您会吗？不会。服吗？不服。那没没玩儿我就服，啊，一南北角我就服了。没意思啊！敏人好学不使下问您一点没话，你唱着西直门了我还死去吗？难道说啊？不能就一南北角就把我降住了呀？那您啊啊，好几万句呢。哦，好家伙，你是跟电视剧似的啊！听你这玩意儿都过日子心。对啊，对，那来吧。好，你看您啊。我爸这什么意思呀？嗯，这抬杠小能耐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你看没听过，来你来吧来吧，嗯，一句一句让我唱，到最后把我师傅这点东西全都倒腾给您了。哎，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好找着退钱去啊。哦，行，往后唱啊，开始多唱几句，您要觉得可以，咱就这样啊。哎，行，来啊。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，嘿，看人家这个折。嗯，你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这儿骑着驴，对吗？我唱了吗，爸爸？啊，来，爸爸！哎，我这些年啊，拿着当闺女养的，这是啊。
这不，我听着顺呢，他就是一定是这个呀，他人骑马我骑驴啊。我觉得我找着舞台风格了，我觉得。哦，太好了啊！什么乱七八糟？不是，啊，我号没唱了。这唱，愿爸爸嘴急了啊！对对对对啊！瞧见了，嗯，嘿，是那添一百黑，有一个老太太，怎么样？老太太，这个土字发音有点像河北华侨，干嘛河北话？打保定那边来的啊，那不是老太太，啊，老太太。哎，哦，参军去了那个啊，老太太还是老太太，这听着有点心酸了。这行啊，太好了。哎，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啊，嗯，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。哎，有一老太太，嗯，老太太今年60多岁，岁数不是特别大。她弟。丈夫21，这老太太可得着了。嗯，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，她就有点闷得慌啊。两口子睡觉吧，她要出去溜达溜达。哦，甩开这小伙子了。嗯，出了门打了个车，就奔了西单。嗯，下了车一看呢，哎呀，人还真不少。哦哦，这词儿讲究啊，少嗷嗷。嗯，之前就值在这儿了。嗯，老太太溜达来溜达去，哎呀，有点累了，家歇着多好啊。打辆车啊，去了民族宫。哦，上这儿来了啊。到了这儿一看，呼，我有相声词呢啊。可了不得了哟，我就说是保定人，可了不得喽。那么甘肃吗呢，在这里德云社说相声。哦，门口写着呢。哎，老太太花钱姐黄牛那儿买张票就进来了。何者押韵有板有眼。哎，正赶上云鹏栾平收徒弟，就是刚才的事情啊。收完了徒弟，下边有个节目，现在演的是郭麒麟。嗯，好，应时当令的节目，这就叫直播呀。郭麒麟，嗯，哎，说的真好呀。这句有点没羞没臊了，知道吗？没有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啊。哎，唱的那个太平歌词，哎呀，嘿，又有辙又有韵，哎，还有板，哎，这就是没羞没臊啊。这一切都很好。哎呀，在旁边站的是他爸爸，就是我。哎，他爸爸也挺好，多新鲜呐。这要搁别的捧哏我就骂他了。哎，你可得敢。嗯，哎，这回换成他爸爸真好啊。哎，发自肺腑的赞扬。哎，老太太看了会儿累了。哎，回我也轻松了，回家转安。哎呦，哎，一看呀，爷们儿不在家，小伙子出去疯去了啊，上隔壁王大夫屋里坐一会儿。哦，小伙子也换换口啊。进了屋，两个人看电视。哎呀，这几点的事儿这是啊。老头站起来上厕所，还有老头这里头啊。哎，老王大爷呀。哦，好嗨，还带解释的。啊，王大爷呀。啊，王大爷呀，到了厕所。哦，他尿了泡尿。嘿，他哈哈笑。为什么笑啊？尿到裤子上面了。哎，岁数太大了。啊，赶紧拖下来老太太给洗一洗。哎呀，这老头钻被窝睡了一觉。嗯，睡醒了怎么样？完了。结尾。真好啊。哎，回来，你走不行啊。好家伙，人非插壶我怎么办啊。这段真好。好不好？我没听过。没听过。给于谦花钱咱们值了。当然了。太好了啊。观众也爱听，我也爱听。把刚才这个你能不能再来一遍？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没问题。来，您放心啊。嗯，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，你有提词器。哎，瞧见了，哎，
西直门立交桥上，人太多了。等会儿，不是那河北华侨老太太吗？怎么改了西直门立交桥了？那时候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对了，为什么呀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。去你的吧！